台南市小东路50巷69号堆放各种废料的仓库，在今天下午3:21突然起火燃烧，火势很大，警方出动了11辆消防车抢救。陆军7554号部队也出动了400多位官兵协助救火。这场大火烧毁了塑胶、尼龙和布料等东西，起火的原因和损失的情形正由警方调查之中。